老子博仔哥神父吊能救你老母个臭花蟹呀。拉合听狗翻一饼喺老子床下底唱能救出嚟嘅声底。中华民国50年9月8日礼拜五晚乘11点搬咗紧。响丽的呼声人色台录低转播香港电台嘅。香港东华三院红伶明星义唱大会，筹埋啲银子嚟起广华医院第4期，拉喺九龙牛津道门牌1号C 嗰间东华三院黄佛南中学嘅。嗰阵事关先奉明个正印包头冇料到，唔能打得，唯有正出跳舞嘅白蛇身转。嗰日出戏都未出街，就死能狗去宜昌博宣传啦，确狗系够晒扮拉戏迷情人任姐，紧系反串做个抖兽头去先。仙姐就做蛇妖白素贞，靓似白就做个抖秃奴法海任真。任冰儿喺大戏舞台本来系踩蛇妖小青嘅，不过宜昌系第6场嘅下拨，冇佢粉踩噶。就咁粗抢救咗三帮月慧芬个家姐脚色嚟客串啦。听捻埋开头香港电台播音员欧阳义德先生嘅介绍啦。现在要播送嘅俾大家听嘅呢，就係、今晚最后一个二唱嘅节目。呢个係一个可以讲得话係特别精彩节目，係邀请到任剑辉、白雪仙两位小姐同埋靓似白先生，另外是请到任冰儿小姐客串，合唱一曲《白蛇身转之合拨》。这支名曲以前是未曾公开唱过的，其中有一段小曲《惜纷飞》是由音乐名家朱毅光先生赞谱的。各位今晚有机会听到这支新曲，真的可以说得是意福不浅的。现在有请任剑辉、白雪仙、任冰儿三位小姐同埋靚似白先生。係咯，娘子，係咯，娘子。当日祝
声诗句，不是言神诗。我负唱负翠，人家胜过天上的。谁料难忍世过，都在同时中，世数欢期春花秋月，何事太匆匆？娘子，当时领粮，如今断送咯，就算天涯海角，我亦要上床。哎呀，去咯，你唔好咁啦。娘子，又见得花前月下，西海萌沙，话过盈盈相随，心魂相守，估不到朝来再见，今日门外便是天涯，能不心吹唱断呢？娘子，娘子，我愿死生相随嘅。翠浪啊，哎，我痴海生生世世啊，都在渺茫中啊。
飞，蝴蝶吧，都不过是一对可怜虫。欢此后影只影单，誓不再偕恋逢身似寒灰呀、万念空。娘子娘子，但生生世世与你结为夫妇，无奈他生未卜，此生忧。我倘若故剑难求，我愿作关羽终老啦。难追善彻底，用你所请啊，叫你死得瞑目。土女们，大许事及叶总，省赖见啊我。是的。哎呀，老法师，老法师，我弟父虽是儿女，但系三从四德，欲至上父。你是余素修行的佛门子弟，何苦要令到人哋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呢？此乃天意，不必多言，去也罢。
找毒啊，我一片痴无踪啊，唯有佢老相像在梦啊阿云中，梦里思念啊，为解莫令你心痛啊，你教义忠孝化解冤结重重，我虽you
令儿子无良痛。怀中怎换永相愧，碧落黄泉长与共。太太无所用耶、啊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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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小妇多留滞，我镇山金钵以神通砍啊！